小朋友，你们俩叫什么名字？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好不好啊？他叫没头脑。哼，他呀叫不高兴。什么？叫没头脑和不高兴？你的帽子丢了。哎哎哎，帽子丢了。哼，书包又忘了。哎，书包，书包。拿了这个又忘了那个，喂喂，这孩子做事怎么这么丢三落四的？哦，怪不得他叫没头脑呢。哦，谁的帽子丢了？谁的帽子丢了？我的帽子，快还给我！快还给我！快还给我！不高兴，快给我！快给我！快给我呀！这个孩子一开口总这么三个字，不高兴，要不怎么叫他不高兴呢？哎，他们两个真是一对宝贝。去啊，快回来！不高兴。嗯，我就知道他有这么一句。哎，当心摔跤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！不高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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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高兴。这一回真的不高兴了吧？哎，你老这么不高兴下去，将来大起来可怎么得了啊？哼，老是大起来怎么得了？这有什么？等我大起来啊，干些大事给你看看。嚯，这我可有点不太相信。不信？哎，我又能马上大起来就好了。那行啊，我能让你马上大起来，怎么样？真的？真的，我能把你变大了。你有仙法吗？不用仙法，画几笔就行了。那好，我大起来啊，保险错不了。来，变吧。好，那我就。不。怎么又不高兴了？不，我还有个朋友，也让他和我一起来变。你呀，真是个没头脑，看你大起来怎么得了？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哼，等我大起来呀。咦？别跑了，就在这儿变吧。不过你们大起来想干什么呢？我要
做个演员。我要做个工程师，找一个大房子给大伙看看。好吧，那咱们说变就变。展倩，展倩，祝你们工作顺利。成了少年宫，总算设计好了。哼，这回啊，可要给他们瞧瞧。不是说一千层吗？怎么变999层了？准是他少算了一个数。哼，没头脑。有带着被窝铺盖去看戏的吗？这可真是一件新鲜事儿。哎呀，喷水池怎么造在这儿了？这不成了喷雨池了吗？怪不得大家都要带着雨伞来了。同志，慢点儿，您进去有事吗？看戏。对不起，您这样看戏，怕戏没有看成，人倒是要给饿死喽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房子太高了，到顶高的一层去看戏，来回要走一个月。什么？一个月？很抱歉，因为工程师把电梯给忘了。电梯给忘了。这么高的大楼没有装电梯，那是得要走一个月啊。怪不得大家要带着被窝铺，真不像话。叔叔，你忘了带东西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带的多，分给你，一起走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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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的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走吧，走吧。
就这样走啊爬呀，已经走了整整14天了。不行了，这场戏呀我是看不成了，你们先去吧。嘿，都要怪那工程师，这么高的楼房怎么会把电梯给忘了，他呀准是个没头脑。叔叔你等一等，我们有办法了。现在是哑巴吃黄连，叫有苦说不出啊，谁叫他没头脑呢。阿姨呀，你怎么还没有化妆呢？不高兴，野老虎要演武松。哎呀，来不及了，快走吧。
打起武松来了，真奇怪。武松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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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你帮帮忙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算我输了，好不好？不高兴。老虎来了，老虎来了。回来了，我说没头脑，不高兴，怎么样啊？你别喊我没头脑了，你也别叫我不高兴了，快把我们变回来吧。只要肯改就好了，说变就变。不对呀，还有胡子呢，还有我，这一个呢？哎呦，你们瞧，我倒成了个没头脑了啊！